见到你的电话挺意外的，非常感谢你再次的邀请。我也没想到咱们会有第二次的见面机会，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。坦白来说，上次见面以后，我自我反思了一下，我的态度确实有些问题。不过我也一直想不明白，我为什么会跟一个跟我一样盛气凌人的人，还会再次见面。 这一点我认可。不过，我们除了盛气凌人以外，还有很多的共同点。一样的有所保留，一样的直奔结果。您别看高贺先生现在四平八稳的坐在这儿，当年自己来闯荡时，可也是当霹雳火呢。如果我们合作的话，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？ 将会彻底地改变交通和生活，将掀起交通产业的全新一面。5000万，半年时间，你能将这一业先夺高？我一直认为时间不是衡量一个项目的唯一标准，项目才是最重要的。它可能一年、三年，或者只有3个月，而且我不需要5000万。 2000万的启动资金和研发费，500万公司的运营成本和500万的不可预计，3000万足以。啊！你是第一个，第一个过这种谈价钱，倒着往回砍。看来我占了很多个第一个了。 答应你，第一轮3000万，没有时间不限对赌，合作愉快。哎，怎么了？ 人家都说这感情吧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知道我的郭先生现在非常的忙碌，可是你至少抬起眼皮看我一下吧，这都一个小时了，你都不理我。我看看，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么开心，这么专注？这呀，是我给学生啊布置的一个小论文，让他们每个人在历史上选择一段，然后用故事性去评述。明天大家一起要分享的。 明朝之战写的是这段，因为我觉得不管哪一段历史都很有趣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，所以我想我就从头开始写了。而且商朝又是中国同时期第一个直接有文字记载的朝代，可明朝之战又是夏王伤心，所以我索性就从这儿开始写了。这个小弟逆袭，暴锤二世祖，有意思，锤的还是个渣男。 这怎么听您说，怎么觉得这么俗是吧？哎，郭先生，你没听我一句话吗？大俗即大雅。嗯，虽然呢，我也一直在追求世俗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，并且勇往直前，但是我的内心还是非常清新脱俗的。公元前16世纪，夏桀在位，内政不修。 外患不断，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夏桀身为一国之主，不思进取，我的妈呀，郭先生，恕我直言，你这段文字要是放在1000年前，绝对是司马衷。你这文风写的，就感觉像是刚出土似的。这哪个学生会喜欢看啊？可是这历史不就是这样一板一眼的去传承下来的吗？可是现在去传承历史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？ 报考历史专业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历史啊，我觉得要有意义，还有趣，才能吸引更多的人，对吗？好吧，那就请我们文学系的大才女艾米，你告诉我该怎么讲啊？那我来改改。天才先生，我们赢了。
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呢。哎，腾飞网络是多么挑剔的公司啊！我们既然拿下了投资，还获得了他们尊重，难道现在还不算赢了吗？你不知道未来的路上还有很多未知吗？就像这些红绿灯一样，你过了这个红绿灯，下边还有下一个，还有再下下个。人只要想往前走，眼前就一定会有路。只要你想往前走这个路。 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达尽头。我觉得呢，有你这个老司机，不管路有多远都不用害怕。还有我这个领航员呀，外加你这个老司机，我们俩在一起有什么事情可以怕的呢？老司机带带你，你是领航员。<笑>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可说定了，我这牛都吹出去了。未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，你都必须要跟我一起承担了。 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嗯，写好了。从前中国有一个朝代叫商朝，当时算命的特别喜欢在乌龟的龟甲上写点东西，其实和大家现在写微。 博朋友圈是一个爱好，后来流传下来的当年的博文就成了甲骨文，所以商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朝代。商本来是前任夏朝的一个小弟，诸侯，一个叫商汤的小弟，找了个合伙人叫方国，二人组了个团儿。 准备一起创业，走上人生巅峰。那个时候占据了中华5000年昏君 TOP 排行榜的夏桀，还在和明媛整天烧钱败家。他一听商汤要跳槽单干，当时就急眼了，这就引发了著名的明条之战。嗯。 这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严肃了？我随便写写的，不行你就删了。嗯嗯，不能删。艾米，别说啊，你还真的再一次启发到我了。看似你这个东西写的嬉笑玩闹，但是却通俗易懂。你说那时候的历史，如果这么一翻译的话。 我怎么觉得像发生在当下的事情一样啊？你还真的是个才女啊！真的假的？怎么感觉你在忽悠我？哎，绝对没有啊！其实我一直在想呢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承历史，能够让当下的年轻人对历史更感兴趣？你现在这种写法就是正路啊！如果武丁中兴，妻子朝鲜，用当下的思维，该怎么去解读啊？ 嗯，那我有两个要求。你说。一，电脑密码换成我的生日。嗯，这个已经不算要求了，因为它现在就已经是你的生日了。<笑>哦，那第二个要求来了。请我吃。 嗯嗯。<咳>